今晚我们将欣赏的曲子都是由我国著名作曲家潘晓杰先生编曲的，这是潘先生和新加坡少儿爱乐交响乐团再度合作，为大家重新一场，也算是本地创曲的新年金曲交响合唱音乐会。新加坡少儿爱乐交响乐团是本地唯一的独立少儿乐团，成员年龄在6到18岁之间。 今年还成立了合唱团，希望可以带领大家更精彩的表演。可喜的是，乐团在去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同一个未来世界乐团比赛中荣获金奖，为国争光。以热烈掌声再次热烈！谢谢。这次的音乐会，潘晓杰先生除了再度邀请本地女高音 唐玲小姐演唱以外，也请来了擅长演唱周璇歌曲的林英大姐，还有在50-60年代红透万边天的歌艺巨星庄雪芳大姐。另外 ，SYC Ensembles 和新加坡管理大学合唱团也会携手合作，演唱不朽的金曲。担任全场指挥的是在国际获奖的新加坡青年指挥家黄家俊。 他目前是德国柏林爱乐乐团的驻年指挥，这次是特地回国指挥这场音乐会。那么，他要给在新加坡的父老乡亲朋友们拜个早年。新春佳节即将到来，就让我们沉浸在一首首熟悉又充满喜气的旋律中，以愉悦的心情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。首先，请介绍四首合唱曲，欢迎新年。 大地回春，迎春花，以及故乡，指挥黄家俊。